喂，婷友，小盛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你了，想马上跟你在一起。这样吧，我们去度假。度假？好啊，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。行，我马上订票。啊，好累啊！终于到家了，可以休息休息了。嗯，那这么累，下次别去了。那不行，下次你还得带我去。下次。天佑，老爷子从香港回来了。爷爷，这个时候回来？他好像情绪不太好，你要注意啊。没事。